是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觉得是一年一个总结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去的这一年所有的一些点点滴滴，各种各样的成长，自己的成长，他人的成长，自己惹的事儿，他人惹的事儿，都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总结的好机会。今年呢，有一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往年这个马奇老师的节目呢都在中间搁着，今年给调到头一场了。为什么呢？关键是怕大家半截啊再来回换位的出去不方便，吓得咱们后头就都是相声。特地安排在这儿，会让老头赶紧走，省得听见就不合适。开场，我们请上一老一新，杨亚鹏、齐满意为我们表演一段传统相声《斗公训女》，谢谢。这个上一个节目是这个马奇老师，哎，单弦儿不错，看人家唱的弦儿弹多好啊，哎，是吧，你看这弦儿弹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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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吃药啊，自弹自唱，哎，您看那个头一段相声，对，是我们小哥俩啊，我们小哥俩，甭说了，小哥俩对吗？错了，应该什么呀？爷儿俩。老先生太客气了，我有那么老吗？我夸你了这，什么意思？就得是爷儿俩。爷儿俩，哎，头一个相声，我们爷儿俩给大家表演。对，这个看演出呢，跟那个吃饭一样。什么一样？哎，您看啊，这个吃饭，我们头几场相当于这个几道开口小菜儿，哎，剩下这个王八呀、鱼鞭啊，他们在后边。我们比较清楚，人家后边是大菜头，哎，他们后边的大菜的后边，哎，主要介绍一下旁边这个，好，介绍，哎，齐满意齐老师，哎，这是我的搭档，啊，对，我的 partner， 对吧？咱们我的 partner， 哎，名儿起的多好，是吗？齐满意，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骑上他就满意。待会儿啊，咱们按顺序啊。不要发生踩踏。水下游得，这么多人一会儿排队啊，我成柿饼了的。什么意思啊？不是刚才你解释这意思。那什么意思？我这意思是齐满意，就愿朋友们您什么都齐了，您就满意了。说相声，齐先生说特别的好。啊，不，哎，老先生，相声没问题。哎，我跟您不一样。怎么了？我不是说相声。你不是说相声的？我不是说相声。那您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还真看不出来。告诉你啊，我是这个唱戏的。啊，搞戏曲的。哎，唱戏的。是吗？哎。这个我是唱这个唱高跷的，哎，一调高跷特别好。那这里边肯定也有五样的，有样子啊，不是你弄高跷啊，高跷不就踩高跷吗？高一调高跷吗？不懂吗？那叫一调高腔，腔，对，唱高腔，哎哎，哦，那我
我问问你，怎么了？一点高腔，您唱哪工啊？你看，这老先生懂啊，张嘴就行话。唱哪工？喜欢都行，全行。哎，生旦净末丑，哦，神仙老虎狗，有虎吞虎都能来，拉个大侄耍后台，这全行啊，真的。你这人跑哪儿了？你没问题啊，全行，全行。我这问您啊，这是高腔里边您唱的最好最拿手的，您的本工。哦，就最拿手的本工，蛋卷儿，唱蛋卷儿最好。那还得有冰激凌，是不是？有什么冰激凌啊？什么叫蛋卷儿啊？蛋卷儿就是那女的，特别漂亮的女人。哎，就行了，蛋卷儿，别摆，那是蛋卷儿。对，蛋卷儿。哦，哎，蛋卷儿的，蛋卷儿的，是吗？嗯。那既然这样，怎么了，杨先生啊？今天咱们封箱演出，这么多热情的观众，咱们俩一起给朋友们唱这个一调高腔，怎么样？好，行吧。这么说您会？我喜欢呀、啊。您会？哎，对对对。行了，喜欢的太少了，会唱的更少，是呗？您会，咱合作一回。合作一回。合作一回。那行，好吧。好，您挑戏。不不不，挑戏啊。您怎么了是吧？您说，您看，这就不对了。怎么的？我是专业啊，对，你是业余的，没错。我会三万多出的，你行吗？有这么多？哎，我挑戏专业，你不会，你夸死摸电门死了。不是，我得准备骨灰盒，准备骨灰盒还得倒腾，你就还得买花。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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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我谢谢。对不对？您是专业的，我业余的。哎，反正这行，您挑戏，那我就挑了。挑戏，好吧，好吧，我就不客气。行，好吧，嗯，杨先生，咱们唱一出这个《窦公训女》。窦公训女，哎，行，这行，你就蹲那儿，蹲那儿，我就骂啊，臭你，我臭不要脸啊，什么玩意儿？行吗？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不是窦公训女吗？窦公训女，全本。全本哎，全本都全本掐头去尾，武场当家，行吗？不是您没明白我这意思，掐头去尾，咱就唱当家。哦，就唱当家，这戏胡，就唱那戏胡。哎，对对，好好好，是吧？行，您是专业啊。哎，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剧情。您给大家伙介绍这剧情。来，那，不是你点人家干什么？我让你介绍。您专业，这又不对了。嗯，我是专业啊，对的。你是业余的，没错。我们演出的戏都经过改动，比较新颖，哎，比较怀旧，明白吗？那您这意思是？我回头万一我说出来了，啊，跟你说那个不一样啊，那万一你摸电门你死了，我准备骨盒，还得买花，你还得等。我谢谢你，破费。我死了没了都，不是我介绍行了吧？你介绍，我介绍介绍不就完了吗？我跟着你走。窦公训女，哎，其实大概意思就是窦员外窦公有一个女儿高贵英，大了，这样窦员外要给娶个女，哎，接个婚，娶个女婿，上门女婿，哎，说好了第二天成亲拜堂，结果头天晚上这十首信呢，要进京赶考，高贵英就在医院里边在后花园把这十首信放走了。第二天一成亲，见不着十首信，见不着姑爷了，这老爷就怒了，把闺女高贵英叫，怎么回事说清楚了，当堂训这女儿，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窦公训女，哎，就这么个意思。行啊，好吧，没问题，没问题吧？没问题啊。问问您啊，为什么这里几个角色？啊，不多，嗯，六位。六个，哎，都有谁？您来这个什么？我来这个啊，窦公啊。那我窦母，这能来？我窦蛐蛐。窦蚂蚱呢？我窦山影。窦油葫芦。窦葫芦，我是窦大人。那我窦小孩啊。窦大人，窦小孩，我窦老头。你再给我吓唬你啊！不是，什么意思？您没明白。
你来我那夫人，那不还是豆腐吗？对不对？豆腐，我来一个豆腐。哎，你来豆腐。你等会儿。你让我媳妇儿叫什么？我是豆夫人。啊，对。您是这个豆员外。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夫妻关系。我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不好意思，不行，不行，不行！咱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啊，咱俩什么关系？夫妻关系。这个关系啊，就谈上这么一会儿。放心，下茬就分手。买了你，就这么一会儿啊，就其他的说不了啊，先一会儿是吧？就得谈上一会儿。好，好，好，哎呀，紧张死我了。把心放住了。还有谁？还有一个这个神手器，男的女的？我来。还有谁？赵慧英。男的女的？女的。你来。还有谁？老院子。男的女的？男的。我来。还有谁？小丫鬟。男的女的？女的。你来。你知道女的和都我来。你看我前面有一个这个豆夫人。我要都演女的呢，这个角色冲突，哦，对不对？行，好吧，好，这么定了，好吧，行，就这样，咱们把这桌子往后搭一下。等会儿，我不是演豆夫人吗？啊，我先化个妆，着急化，好吧，这还区分一下男女吗？行，对不对？行，我得捯饬捯饬，好吧。俗话说得好嘛，人穿衣服马上就安，头戴领等好的官。人都捯饬不好看，一会儿捯饬出来您再唱，吓你一跳。好了，来来，漂亮，漂亮吧？还行，哎，相当不错，大家优秀。行了，人啊，化完妆了，化完妆了，老板您受累，咱们把这桌子往后搭一下。干嘛搭桌子呀？分出前后场。然后怎么着？分成前后场来了，桌子搬后边去了，再搬搬两把椅子来，搬两把椅子，把这八字，好吧，摆八字，哎，行，好，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你现在太客气，我来吧。你来你早搬的，请功夫。不是您等一会儿，等会儿。您刚才说的是搬几把？两把。我的呢？你的？啊，自个儿搬。什么老头子啊！什么人物啊！年纪确实学点好，你看，好，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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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看出来了，嗯，你就是唱高跷的。怎么就唱高跷？你让大伙听见什么都不点这是不是打不热闹吗？热闹不行啊，这是扭秧歌点儿。那打什么呀？中秋锣。什么中秋锣？中秋锣。不知道？不知道啊？什么中秋锣？什么事儿？就冬秋，行，明白了，好吧，明白了，啊。你跳什么？不是我怎么着？
话这么多话？什么词儿？仙人堂前列绮罗，这不就会了吗？这老我告诉你，老词儿。朝外长河齐永和，仙人堂前列绮罗。啊，夫人啊，汉子，汉子，他不是你叫什么了？有叫汉子的吗？那叫什么呀？叫我老爷，叫老爷。啊，夫人啊，老爷，汉老爷，啊，夫人，你我同坐，有坐。我整个人卖光盘的，叫什么？大夫人，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你问你的女儿吗？正是，这个三里屯蹦迪去了。小姐，说话。
管三经十分书老爷我家小姐三类分别去了你来怎讲三类分别去了你在怎讲？